即将推出第二张专辑的 Hebe 田馥甄为首播主打歌 My Love 拍摄 MV。 那这首歌其实是在叙述，其实是在唱给一个未来的那个 Mr. Right， 然后未来的那个对象听的一首歌，那是一个还没有遇到一个未知的人。继续为歌迷歌颂爱情的 Hebe， 日前在拍摄封面照时遇上暴雨，而在 MV 的拍摄过程中也遇上大水。一些泥，就是泥巴人、艺术人在我旁边这样，然后我要好像救赎这个世界，用爱来救赎这一切。然后后面就是冲来一个洪水这样，我们就是运来了一大箱的卡车的水要放下来。就我们小看了一箱的水，以为一箱的水就我镇得住这些水，其实我镇不住它。然后就被冲了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无预警的八仙乐园，然后就被冲出去，然后一群人就团结心力的就牵着手，然后泥巴人就保护着我，然后大家的鞋子也都再度的湿了。为新专辑二度失声的 Hebe 目前还是单身，希望他能早日找到 Mr. Right， 对他唱出 My Love。 搜狐视频娱乐特别报道。